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呢，要带你们一起认识我们的气球打气筒。好了，气球打气筒呢分为三个部分，黑色的、蓝色的，还有中间红色的部分。红色的部分不可以放手，我们要把手放在黑色的地方，然后用你的另外一只手扶住它的尾巴，我们用轻轻的吹，好，就会有气体从我们的嘴巴出来。好了，下面老师呢要把小气球放到我们的气球打气筒上面，让我们来一起把气球吹起来。让我们一起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了，当我们把气球从上面取下来的时候，老师捏住了气球的尾巴，这时候气球就停住了。可是当老师把气球尾巴放开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吼，我的气球飞走了，很好。我们今天呢就认识了把空气放到气球当中，当气球松开的时候，空气往外跑，我们的气球也被推着往前飞了。好的，谢谢小朋友们。